小杨哥直播带货十一，您住评论区惊现小杨小杰男友。抢走的第一任是我哦，兄弟兄弟，岗位贵姓呢 ？Later。哦，小是前，你是他前男友是吧？哎呦，兄弟，你这玩意你不能跟他分手啊，交给我啊，我可难受了，我怎么过来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不行啊，你咋的？给兄弟们来一个喜庆祝我们的老朋友，你说能不能？祝我们喜庆祝，红色的是留香功能，就是留香十五天；绿色的是除菌除螨，对，好吧。蓝色的是八倍的清洁力，八倍的清洁力，洗一桶衣服放一个，它是可以溶解的啊，它有层皮，这个皮是可以溶解的，里面有二十粒，你看是这样打开，一弹一按，往上一弹，防止小孩去拿的啊。咱们一按一拉就给了，79.9一盒的，我99块钱上车，这么多，99块钱，99块钱，156颗，156颗洗衣凝珠，你一共可以洗156次衣服啊，因为洗一次衣服咱们放一颗就行。洗衣凝珠能刷牙吗？你看你唠的，你是不是要我？你是不是在我直我你我要在直播间我当场去世，你才饶过我呀？我可以洗裤子吗？我的妈呀！你拿衣服，你这是我洗衣凝珠，你不洗裤子，你洗什么？可以通便吗，兄弟啊？一盒20颗。你是意思是说你放的那个叫什么？就是你家马桶那是不行的啊？你家马桶放的是那种蓝色的那种，那个是？哎呦我的妈！这是什么奶粉吗？洗衣凝珠，兄弟，饭盒吗？你去看一下这儿，卖了半天，你说的是饭盒？这不是饭盒啊，洗衣凝珠啊，不是饭盒，大家再看一下啊，能不能拌饭？不卖了。小杨哥直播带货洗脸巾，惊现60级神秘人，狂刷嘉年华，给两人都刷懵了。榜一刷15个 W。我的妈！我的妈！大哥是要命呀、啊，大哥。Later。我的妈，这比了耶！不提了。大哥呀，6万8，兄弟们又刷黑大哥，给他点点关注吧，兄弟们。别刷了，大哥。怎么还在刷呀？我给兄弟们发个福利，兄弟们，大哥别刷，大哥我给发个福利好吧？你看，给大家看啊，珍珠纹，洗脸巾啊，为什么现在都用洗脸巾不用毛巾？因为毛巾细菌多，我们都用洗脸巾洗脸，而且非常方便啊，非常方便，抽一张兄弟，干湿两用。我的妈，这怎么卖呀、啊？今天要给大哥破10万，破10万，别急，马上给他破。好，我这本卖完，我给兄弟们给榜一破，对，看好了，破十万。不好说了，洗脸巾。你买60颗、啊，你买，你看这是洗脸巾啊，干湿两用的洗脸巾、啊。你们去超市买这一可数的洗脸巾，大概是20块钱一包，是吧？包小哥15包，加3包小的，咱们这个、最后7000单。你一天用2套可以用一年啊！好，两个包裹发给你。我的妈，全都是礼物！我的妈，今天这个榜一是我爸爸啊？真的假的呀，兄弟？公的母的不分公母呀，他是一个洗脸巾，你买个纸都分公母，你擦屁股吗？小杨哥直播带货十一年初，究竟什么原因让贝勒爷都如此心动？听到吗？这真没了，真没了，我还没抢到呢。Later。什么玩意儿了？这什么情况？这怎么？看啊，洗衣凝珠79一盒的蔬果园，有的人不信，来，我给你们看一下超市里卖多少钱。79，看到没？跟我们一样的蔬果园，看啊。粉色的是什么？爆香科技，留香15天。绿色的是除菌除螨，蓝色的是8倍的清洁力。你洗一桶衣服，一洗衣机衣服，你放一颗15件衣服，对你放一颗就够了，一颗能洗15件衣服。哎，这个79块钱，我今天5盒小，再送一盒6盒，20盒送给你。6盒小的只有7000单，上车听抢了谁的？一共是156颗洗衣凝珠，我洗衣凝珠本身就比洗衣液贵，好吧？小杨哥今天这么多盒，99。但是只有7000单，6盒大的，100多颗，6盒小的，5盒小的，6盒小，好嘞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好评率，好评率98%啊，它这个油箱也很长，它换过了吗？换过。哎，老妹儿过来，老妹儿，快不快？大概就10秒，这真没了，真没了，我还没抢到呢，没有，这一箱真没了，那一排就没了，我可以送你的，放心吧，真没了，一下就没。好奇什么样的问题能把小杨哥寄的货都不卖了？我跟你说，但是他这牙膏他就跟不卖了，黑人牙膏知道吧，兄弟们？你看。黑人牙膏，别人肯定知道呀，你不需要问，你问就事就多了。一个人不要憋憋，你们去超市买一个黑人牙膏20。对，好了，是的。今天小杨哥49.9，1234567，7盒，
我们就算二十一百四吧，小杨哥这两盒6块，150块钱，我还是49.9块，我再给你加一个黑人5块钱一根的黑人牙刷。今天小杨哥这么多，就15000单，49.9块，这么多上车，到手11件，49.9块。兄弟们，你们可以查一下黑人牙膏有多少年的历史了。它已经是几十年的老牌子，我们小时候就看过这个广告。黑人牙膏，谁这样说的吗？我说的。人补老吗？补不了。大金牙用吗？你大金牙你牛皮你能用？用了能和你一样帅吗？用了肯定跟我一样帅，上吗？我其实已经很帅了。你这样说的话，别人就不买了。我其实很帅了啊，你看。对，帅不帅？哎，帅！我就这表情，我跟你说，兄弟，我只要出去玩，对吧？我对了女生了，啊，心里瞬间就，你这干啥吧？就这个表情，对，你看啊，迷倒万千美少女，你这混戏啊！你这马上就疯了，吓得都直接、都直接穿出来了，兄弟们。对，那是吓的，不是因为被穿擦皮鞋嘛，被吓的。兄弟啊，这是黑人牙膏呀，你跟牙膏，你俩有，你跟你们用过牙膏吗？你这个白人用吗？我跟你说，但是他这牙膏他就跟不卖了。小杨哥直播带货卖个胶膏，笑死我了！端午节送这个真不错，送给姥姥、妈妈、丈母娘，每个人都一份。阿胶，很多女生她都吃阿胶，包括我的老丈母娘也吃阿胶，我妈、我媳妇儿、我女朋友、我没吃过。我那个女的朋友啊，你怎么也是女朋友？女的啊，你完了！你竟然说你女朋友、你媳妇、你女朋友，兄弟们，先先平，兄弟们，转一万红包，那个啊，他的女朋友就是他的老婆，对。我女的朋友是，他们都吃这个阿胶，真的，这个强哥朋友的，你看是怎么看？你可以带着啊，撕开。对，撕开之后花生糖，你回家吧。什么呀？这个不是花生糖啊，这叫阿胶。阿胶，公的母的，我不想卖了，我真不想卖了。我靠，我很惨，我求你了，兄弟，我不想卖了呀！我的妈呀！我没卖女啊！谁说女的？谁说女的？公的母的，我怎么知道呢？对不对？这里面不是驴肉。对不对？非要我命干嘛呢？我没惹你们呀，兄弟们，我求你了，我给你们磕头，好不好？磕头，好不好，兄弟？行，来，兄弟，我的妈，哪这是真能磕呀？哇，干球大哥，问，直接问大哥，我也没事，大哥送你个礼物，大哥，别急，我送你个礼物。对，大哥，这个礼物，我跟你说，让我来说，看我的背，大哥，你看我背上这么好东西是不是？送你个好礼物，兄弟。送大哥，你送你大哥屁吗？不是，我没忍住，大哥，我送你我这件同款的衣服，我没送给你啊，大哥，兄弟们，我们卖货了啊。七头毛驴，它是阿胶，这个你们去旗舰店看，49.9块一盒，每盒是200克，17到20个。今天小杨哥996盒，再给你加水晶枣，五盒水晶枣，也是七头毛驴的，你看，七头毛驴的五盒水晶枣，10块钱一袋，5袋，只有5000单上车，6000单，6000单上车。吃了会怀孕吗？不会，里面有没有东西？吃怎么怀孕的？兄弟，你吃东西会怀孕的？小杨哥直播带货11凝珠被大哥礼物摆平的卖不了货，傻眼了！我的妈，这都什么呀？很乖呀！真的，你们加个粉丝团就行。这双胞我都心疼呢。大哥、大姐，你怎么看？不要换了啊！兄弟们，立白的洗衣凝珠，超市里面这一瓶是39.9块的立白洗衣凝珠，除菌液。抑菌剂和洗衣液三效合一，4颗，人家是立白是不破价的，好吧，兄弟们，理解一下。但是呢，今天想个送，再给你加个小袋的30颗，一袋，再加一袋，180颗，再加一袋，210颗，再加一袋，240颗，能泡茶吗？不能泡茶的。这洗衣凝珠洗的，那咱们加一个小袋的立白大师香氛洗衣就放一点点就行了，衣服就可以香了。今天抢盒这么多，加在一起只有5000单，上车。它是立白的不破价，所以今天咱们给大家送了1、2、3、4、5，哎，不能5样，咱们能洗15件衣服，对，扔一颗就可以。它能洗内裤吗？能洗锅吗？洗衣服的洗衣凝珠，什么叫洗衣凝珠？就洗衣服的。啊，可以种菜吗？菜会种死的。
啊，真的，你可以去超市看一下。能洗屁股。如果我们家里面有家庭主妇的，或者是经常用这个东西的，啊，用这个东西的，应该都知道，这一盒超市里面就40块钱，不破价的啊。洗了人白吗？能洗黑头吗？有房子。小杨哥直播带货卖洗衣凝珠，大杨哥不在，小杨哥一个人有点扛不住。能当润滑剂吗？全军出击。哎，你看是什么玩意？洗衣凝珠非常的贵，绿的是除菌除螨，洗一桶衣服你放一个，这个粉的是留香的，爆香的，就留香15天，洗完衣服衣服留香15天，这个蓝色的8倍的清洁力哦，那洗一桶衣服放一个就行了，够不够？不够，不够再给你放个小的，里面有6颗，你加油啊，够不够？不够，再加，够不够？够了。OK， 有很多人说够了啊，准备好，99这么多，五，还有这么多，拔，拔了，全拔了就拔了，再加1盒，够不够？够了，不够，再加，啊，这么多，哎，上车，你有反应？能当润滑剂吗？当什么润滑剂呀？你要吐泡泡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当润滑剂，你去买润滑剂去，不就行了吗？这个是洗衣凝珠，可以炒菜吗？炒菜起泡泡，这是不能炒菜的，这叫洗衣凝珠。你要炒菜，你去买炒菜的东西，这是洗衣服的。有垃圾桶味道。小杨哥直播带货为娇娇说错话，当场出风口费收买大杨哥。你竟然说你女朋友、你媳妇、你女朋友，去那么贴贴皮去了吧？转1万红包。剃头毛女，她是阿胶，阿胶很多女生她都吃阿胶，包括我的老丈母娘也吃阿胶。我妈、我媳妇、我女朋友，我没吃过。我那个女的朋友啊，他们也吃。你女朋友？你完了，你完了。你竟然说你女朋友、你媳妇、你女朋友去那么贴贴皮去了吧？转1万红包。那个啊，他的女朋友就是他老婆。对，不是这个，你们去体验来看，49.9一盒，每盒是200克，一个里面有多少个？17到20个。你99是不是能买2盒？今天小杨哥99.6盒，对不对？再给你加一袋，10块钱一袋水晶藻，水晶藻五盒，水晶藻也是剃头毛女的，你看剃头毛女的5袋，只有5000单，上车，6000单，哦，6000单，上车，哦，不粘牙的啊，兄弟们，不粘牙，我吃给大家看，一点都不粘牙，对，牙给大家示范一下，啊，你看也很好撕啊，很好撕开，很好撕开，对，很好撕，这是怎么撕的呀你？嗯，你表情要是你要享受，你这叫享受吗？一点都不粘牙，看到没？看，一点都不粘牙，看到没？啊，崔哥，你这怎么回事啊？啊？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因为它的重量不一样，所以它17到20遍。然后呢，一共是1、2、3、4、5、6盒，再给大家加5包啊，阿胶水晶藻。到手11件啊，对，到手一共是11件。这个水晶藻咱们都是去核的，来看一下去核的啊，去核的水晶藻，有核的啊，咱们来尝一下。你尝一下，怎么样味道？有人。